加起来不会了啦，加起来120对啊，120了哎，我不小心太到好了，赶快把他杀了可能啦！不可能，没有人卡数砍得赢我的。还剩20咯，130咯，到底在哪里呀？赶快找，赶快找，他赢了，十斧砍很快的哦。鱼儿快140到了，加油，咯，鱼儿加油！140，19，八，七，七，六，到五，底在四，哪里？三，二，砍错，Happy 找 New 不 Year！ 哎耶！找不到啊！哎呀，这个女人，我天哪！我以为你一开始被巧克力打死了欸。没有没有，我一开始看到你们互打成那样，我就到超下面去。我要打他，你就追上来了。就是，我以为你们打完了啊。繁星帮我制造了一个很好的机会。可恶，我等下先干掉你，就像刚刚干掉巧克力一样。我就直接跑走了。直接跑到下面去啦。我跑超下面的。躲在很下面。那我等下追着小雨跑。不要。啊，再来哦。我专打第一名哦。哥哥。哎，树还在烧！哦哦哦，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这样开局不错。自杀吗？自杀。好，不然这一场这样子啊。好啊，来啊，小雨，小雨来啊，刺激哦。干嘛？哎，刚刚嘞？刚刚嘞？哎，刚刚嘞？刚刚，你是偷跑了？一下，我那个一下。来了来了来了，来喽！走啊，大家都走啊，大家都在等。小雨。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抱歉，走了，我走了，走了，走喽，走啊，不走不走，啊，差一点，没追到，哎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刚刚一直都没在动吗？等一下，他想等啊，他想等，没有，不是已经，是我打你一下，干嘛？走开，我刚刚转头没看到人呢，因为我飞下去了。我看一下杰克哈，一开始要看看巧克力都看得到，嗯，哎，没上去，来啊，要站就站啊，怎么这场没看到雪人啊？上面都被烧掉了，山附近啊，啊，可恶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小心哦，小雨开始浓了哦。又在浓，开始浓要小心。我只能讲这样子喽。浓一下。原来是你啊！别电啊，谁啦？不要浓啦！发现那个雪球的雷有时候会雷很歪，对吧？很歪很多。哇，有人在浓雪人呢。谁在弄雪人呐？你怎么听得到呢？你是也在附近呢？因为我看到雪人发光，然后死掉了。哦哦哦哦哦！哦，电到自己，电到自己！哦哦哦啊！被劈死啦！那个雷烂透了啦！哇，太精彩了吧！直接把自己劈死啦！雪球的雷是真雷爆了。大哭哭，白痴！我可以跟你们讲，你们头上的分数有多少？一个15，一个9，一个8。那繁星怎么死的？追小雨追不到，追到死掉。撞死了吗？没有，他准备砍到他，他是一个突然一个急刹急转弯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撞到羊毛上面去了，刹车急转弯，头直接撞羊毛里。什么？你追小雨追不到就自杀了？对啊，怎样？你要不要追追看？我等下来追你，要不要？要，容易追的。等下不是你死就是我死哦。我不要。刚刚你不用浓了啦，你分数最后哎。对啊，去打人了啦，不然你会输哦。杰克50分。打人打人，人在哪里？下一个抵达的是小雨，钻石包袱哦！你怎么没有那成就？全拿过了。哦，对啊，刚刚拿过了，没有重置吧？哦，有可能。所以影月，你现在才要拿到哦。你拿过了不是吗？哦，影月也50分了。好了，50分够了，要去找人了。在哪里？打架了是？就知道速度慢了，就只能打了。嗯。哇！小雨，你不用弄了啦，你
你都不想你懂啊？我是在最危险的地方哎、欸，我是在最危险的地方懂哎、欸哦，很好啊，不错啊，跨掉狼啊！我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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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正中好硬哦，真的打不赢。斧头啊，没有，因为它还有力量效果。嗯，对。杰克，你要赶快找小雨哦。啊？要赶快找小雨哦！哦，不用哎、欸！哇、哦、哟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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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个画面好帅哦！哎呦！哎呦要作战了！哇！打起来！打起来！我拿出武器啊！黄雀在后吗？啊！哎、欸，黄雀掉下去了！没有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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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什么事都没有。尽量战斗，尽量战斗。没事，没事。最喜欢看到战斗了。对啊。哪里啊？这树好猛！不见了，不见了。双方都离开了。哎呦！现在你们两个人的分数是差不多的哦。嗯。哪里、啊？然后有人还在弄哦。对啊，有人在偷偷弄哎、欸。一个在弄，一个在找。收起来！飞到火里面。我这一飞直接飞到火。哪里啊？小云，你只能找他啦。错过好几次了，对啊，你刚刚真的好可惜哦、喔。你好快哦、喔，我决定要复生。哇，又错过了。在哪里？已经有挖开一个小洞喽。我挖开好几个小洞。哇，把它、啊、要补只能用木材补哦、喔，不能用原木哦、喔。我、嗯哦、电到自己，很难诶、欸，就是会电到自己哦、喔。小雨加油啊！十万伏特啊！打起来！打起来！打起来！哇哇哇哇哇！可恶！六啦！哇！小雨好凶残哦！你还真的找得到哎、欸！来不及反应！不是啊，因为我知道你刚跟隐约在打架、啊。他正在你们后面。对，他看到你们打完了。我知道，因为我看到小雨，我就马上飞走。我原本要偷打你们的，可是我发现我跳不上去。他就一直在下面，他想打你脚，就还打不到。他就跳不上去，好吧。想打，孩子，可恶，都一直第二。为什么繁星的数字还在跳啊？对不起，我不小心跑进来，我先死。哦，你跳自己。游戏又崩溃啦！有重置地图了吗？有，里面数很大。哦，好好好。重置很快，刚刚 OK 了吗？可以回来了，那就来了，三二一 ，Go Go Go！ 哇哇，小雨，我怎么马上摔死啊？鞘翅没有打开耶，你买到瑕疵品的啦？为什么？瑕疵品啊？买到瑕疵品哦，杰克，你干嘛这样？你看我，来看繁星世界。你怎么有双剑？厉害齁，厉害厉害厉害！你刚刚 kill 自己了，kill 自己。对，然后发现我原本的地方有一把刀，重新获得一把刀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捡到上一场的石斧、欸，哎、欸，哇！我把它丢掉好了。啊，那你就放在上，那个不要用。好，不要用。它可能清掉落物没清掉，等一下我用指令自己清。嗯、我已经伐了三个木了，才发现。才发现、原来是用石斧啊！对，我想要奇怪，为什么我会伐那么快？快！怎么这今天砍树砍得这么的轻松惬意？哎呦！不要射我啦！没关系，我帮你射，我帮你处罚他。第一个射，被打了哈，被打了哈！对，被打了，凶残啊！被制裁。我还有两个鞘翅哦。嗯，捡到谁的、啊？小雨的吗？还是？没有吧，应该不是我的。哇塞，谁啊？不是很厉害，刚刚躲在旁边射我。哇，马上制裁了。还有谁？刚刚你在哪里？啊？什么？我在树里面。好，他真的在树里。呀，啊，现在最多的就是刚刚了。刚刚，我树不会烧啊，是因为刚刚用了石斧，没有，我石斧只劈了三个人木，三个。树不会烧了、喔，会啊，树会吧？
什么东西？我丢好多颗了哎、欸！等下我想到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啊！假如把上面的水挖下来，碰到水不就一样出局？对啊。呀、哦。好二子哦！他为什么一直跳我？就是你说用的事情啊！跳什么？跳了一串我什么什么？我输了哈？你又输了？跟刚刚反击一样。可是他在洗我的板。他在羞辱你。你看看他。他头上的数字有没有变啊？有在加，有在加。他只是洗板而已，洗板而已。嗯，哦，好好好。只是你的画面会一直叫你不要挖，叫你去打架。打架了，打架了。你的速度已经比较慢了，去打对了。没有，要先把装备什么都弄起来才行打。不用了啦。对啊，反正不用了啦，对不对？打架啦。我要打。我就没我还没开始挖木头，你怎样啊你？我没有斧头可以吗？我想做个斧头挖东西哈。不要生气，闲死了就各种嘴啊。而且真的不会烧哎、欸。这版不会烧了。对啊，这版本不会烧。每一场有不一样的状况。嗯嗯。你要说最高分多少吗？蛮近的，我看一下，72。哎、欸，你们差不多都是七十几，这我繁星是。哇！哇！哎、欸，他真的不会烧，会烧的话，你们就死了、欸。真的，这把还是因为烧了，在洞穴里面的关系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可是他会打进来啊。树完全不会烧起来。他这把完全没有烧起来了。人家要重开了，哎、欸，怎么只有现在影院后面才烧一块而已啊？为什么？分数比分到底怎样？哎、欸，影院上吧，影院90，影院90，然后你的刚刚80，103，谁103？你最高，你最高，你最高，我最高，什么？你们不去制裁他？赶快、啊！我要去制裁了。稀有怪，不用再报分数了啦，我觉得还好啦。稀有怪呢？稀有怪在楼下休息。不要挖了，不要挖了。我没有挖，我都没有在用挖的，我都用砍的。真的？哇！拿了一个石斧，砍。哇哇哇！好近，好近，好近，好近。我要去找巧克力了。既然挖不赢，就要用打的了。我觉得你找不到他、欸。不要啊！我会怕、啊。搞不好音乐会好一找，好找一点。嗯。找音乐没用啊！对啊，你要打巧克力才行啊！不用打，这才是最高分的，你要制裁他才行。其实可以大家和平，和乐融融。哇，水流！哇！哇差了点就下水了。怎么没有下水啊？可恶啊！哇！回复要水，下一步要提升。下一步几分了？有，来，我看看到。哎呀，我分了！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还在找人啊！我还做了两把食斧啊！巧克力刚刚在哪里啊？在还蛮靠近最底下。对，因为刚刚最后经过他了。找不到。我刚刚我捡到的东西掉下，我在找附近，人不知道在哪里。嗯，我们重开地图看看。好，等下可以来分队啊。好，好。结果他还有推同队伤害。有。一定要啊。咚咚。